最后一场哦，等一下激烈开始哦。MVP 的骄傲紫星对上王者魂耀俱乐部的对抗赛，目前呢双方战成是1-1呀、啊，所以呢完全啊、哦、就要把重责大任交给了先锋队啦。好，那我们呢先来介绍一下哈、哦，等一下先锋队出赛的三位选手啦。首先，先来介绍一下紫星的先锋队。好，就是这三位哈、哦，我们来看一下是紫星的先锋队是哪三位出赛。第一个哦是天救星哦，天救星，那他呢在这边。好，介绍一下，他是 BBO 中职联盟当初是陈泰米迪亚的代表选手哈、哦，那时候叫做孤头而卫、哦、如果各位有 follow BBO 中职联盟的话，哦、可以看到孤头而卫就是他，那他到了紫星哦，改名叫天救星。好，第二位这位帅哥你一定要认识他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棒打单人赛亚洲杯冠军 AC Obepa 的高手 KHJ。哦、他是呢在今年2015年单人赛哦气走了 AC Obepa， 然后呢让他在地区初赛哦就出局了，就是他紫星球团的 KHJ。 好，接下来第三位呢在右手边这位是天慧星哦，天慧星，所以这个是紫星的先锋队三位出赛的选手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王者魂耀、哦、他们的先锋队的三位选手了。好，首先介绍的是左手边王者任云中，哇，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诗情画意哦，可以看到他在2015年全国单人赛他有去现场打卡，哇，这个拍着这个画、哦、面非常的具有历史的纪念性，好吧。好，再来中间这一位，他的游戏昵称叫做 KENKENYG Kenny G， 是这样子吗？肯尼基，这一位手叉腰，不是手叉腰，手放起来，看起来蛮高追的哈、哦。这位王者魂耀的先锋队中二 P， 接下来介绍呢最新流行的一种饼干，叫做乡野饼干，它是王者魂耀先锋队的三 P。哦，所以呢这三位其实老板对他们并不是很熟悉的，好、哦，所以等一下他们就肩负着。王者小嫩嫩，好、哦，这时候呢，说不定小嫩嫩已经在他们的团评打这场比赛，如果赢的话，一人发一张紫卡，有吗？有可能吗？不知道。好、哦，但是呢，谁赢谁就有面子啦。好，那双方呢都已经准备好了哈、哦，看到已经邀我们入了比赛房间。那我们看到在天救星的部分，哦，他派上来的队伍。哦、是使用93统一师队、哦、这是传统的 BUG 师、啊哦、在13统一师还没出来之前、哦、可以堪称是在统一师队、哦、很优势的一个自由频道的单年度叫93统一师队。好，那在 KHJ 的部分他选用的是94兄弟象，天卫星的部分呢选的是05新农牛，好，那现在呢，就要请他们邀一下对手了。
好的，两位对手已经进来了，可以看到 Kenny G 王者荣耀的 Kenny G， 他选用的是 E3WBC 代表队。哇塞，看到这个我们未打先感动啊， E3WBC 哦，当年可以堪称哦近几年啦、啊、哦，2013年前年的事情、哦、感动了所有这个台湾的棒球啊，棒球。好，再来王者魂耀的王者任云中，他选用的是98纽约洋基队。好，那还有一位哦，还有一位是新品种的饼干，香烟饼干哦，也是选用98洋基队哦。好，所以呢可以看到王者魂耀，哎呦，蛮多人选用98洋基队，跟老板一样。因为会玩洋基哦，其实单年度比较强的就是98纽约洋基啦。好了，双方设定完之后呢，就要准备进行这场最终的战役哦。到底紫星会不会夺下胜利，还是名气没有很响亮，但是呢，目前跟紫星打的难分难舍啊。王者魂耀会胜利嘞啊！最后一场赛事啦，让我们呢。就这样子看下去。好，最后一场战役 ，Play Ball 开赏哦，是开到我们的新庄棒球场。好，比赛呢是新庄棒球场，看到在先手的部分、哦、是天救星、哦、因为呢后攻是天救星所带领的、哦、大哥天救星，然后呢在王者的部分、哦、第一棒、哦、是 Kenny G， 然后呢二 P 是任云中，三 P 是饼干。好，那天救星这边呢带上的是先发投手是老兵01年的伯格、哦、放到是93统一狮队。哇，可以看到哦，五个最上啊！哇，一上来霸气三振啊，直接呢三振掉了任云中。接下来轮到是98年左外野手外传啊、哦，七等六完美莱斯上来，伯格三上三下，安全下庄。那在 Kenny G 的部分，哇，这时候带上来是传说卡郭泰源，哇、哦，这个传说卡哦，郭泰源特殊姿势，平常哦，如果是没有组中华队的哦，应该会很少看到郭泰源哦。那在这边，哎，刚好看到他有个特殊姿势，但是一上来这边就被黄甘霖。天球星的黄甘霖这边击出一个中间方向的落地安打，没人出局就站上一垒了。这时候我们只能帮郭泰源来加油一下了。我们看到 KJ 哦，他穿的是洛基队的衣服，紫色的。然后带着条纹，哎，其实蛮好看的。好，但是这边起到中间方向被接杀了，接下来轮到黄宗义发动盗垒了。好，不错，高志刚传出去，塞，这一球到上二垒是天救星。好，那现在呢，郭总啊、哦，郭总要面临的是黄宗义了。
哦，这边就要暂停。郭大人投了十一个球了，不会是要换投手吧？哎呦，真的换哎，郭大人，先发当中继用啊，这边投了十一个球就下班。好，那换上来是他的新丁卡13年郑佐藤。天气对到哦，哇，这球林哲轩有机会扑出去 ，nice play， 但是二垒的跑者，哇，这时候他选三垒错啊，大错特错啊。这球怎么会直接传三垒嘞 ？Kenny G， 哇，这球直接往，应该说直接把球传回到内野就好，传二垒就好啦。你直接传三垒，然后滚地落地，然后呢就速度跑者速度追上，我直接马上看你传三垒，我就是回来啊。哇，这是一个手背传球的失误啊。哦，所以在一局下半，这时候子欣这边呢，哦就已经呢先夺下一分了。好，这边击出安打，好，这边击出安打是任云中，好，在二局上半，感觉是想要把这一分追回来哈。接下来轮到是98年，哇，红卡的基特，哇，这球打得很漂亮，推出去了，中间方向落地形成安打，哦，跑者不敢挑战黄甘霖，接连两安打了，这种 Kenny G 完全靠自己，哇。那在二局上半，田佑信的伯格，这时候田就被克到哈，被打出两三打之后换，哇，又换上一个小鸡啦，对上天气对到的13年，哇，专打国际赛的火哥，哇，上来打第一球，但是被压制住了啊，这个球还是留在场内，两出局。好，现在打劫是即将比，哇，这边呢没有开到潜力、哦、被三振了，所以天佑心派上小鸡之后呢，果然霸气化解。那在二局下半，这时候轮到是洪振敏，好，那所以现在常投球的是任云中、哦、他是98洋基，然后带上来先发投手是木蒜。投球的满球数，哇、哦，这球打得很漂亮，中间手扑出去没有办法接到了。那 KHJ 这时候呢，恰恰哦顺利的上到二垒，没有人出局，二垒有人。这球外角的一个木帅取球，硬拉拉到一垒方向，算是一个推进呐、啊。哇，这时候哦，天佑心呐、啊，超级传说一垒手罗敏清，哇，放到是93同一四队，可以来到四个击上啊。但是这一球击到了游击方向，没有建树哦，所以跑者还是停留在三垒。好，那现在呢 ，KHJ 这边啊。哦自己的跑者自己打回来，两出局，三垒有人。两好两坏，外角的变速球，哇，这就捞起来哦，没有办法过游击，所以顺利解决，安全下庄。好，那接下来轮到是王者饼干，饼干，哎、欸。有楚劳特哦，天气对到哦。好，我们换个视窗来看一下啊、哦。哦，这球捞到了，见高不见远，左外手等在那边接杀了。
接下来，哇，中华队不动的第四棒陈金峰，天气是对到的哈，看他 Kenny G 有没有办法呢将功折罪。陈金峰，陈金峰，陈金峰。外角紫砂球选掉了，小鸡这边投13个球，难道要换吗？毕竟看到这三个字还是要小心一点。好，换投手，换上是90年的瑞奇哈，这时候拆成了统一 All Star 瑞奇。这就压迫住啦，起这个飞球啦，接下来轮到是索利安诺，阿方索，索利安诺，02年，贝格卡跳接手背哦，球，哇！这球低角度的四缝线呐、啊，索利安诺骗到了。好，所以三局下半，这时候呢，王者哦上来投球了。天卫星的楚劳特上来抓第一球，就出血了。好，接下来轮到是布雷布老爷到93师之后呢，可以来到力量极上。目前是统一 All Star， 好，这球对到了击道方向，啊，内手没有办法接到这一球，中间手也扑出去，温菲尔德，回传回来，但是跑者已经上二垒，哦，如果右外野是外野手是被逼入丝的话，那就更好看啦。三局下半演出局，这时候呢，任云中。要换投手了哦，也轮到是强棒，天气又对到周思齐，换再换小鸡啊！各位可以看到人手一只小鸡啊，哦，所以这个小鸡滑球在游戏里面真的是太超过。哦，这就逮到了，哇！但是很高，可是没有出去。二垒跑者推进到三垒，那来到两出局，这时候轮到是天卫星，一有一哦一有哦好哦好哦一有张泰山，哦，这时候任云中的小鸡吹到 key 啦，哦吼，这就掌握住了中间方向落地安打，带有打点。哇！但是这边想要跑二垒，回传回来，奥斗了。好，在三局下半，好，紫星再添了一分。好，现在轮到是饼干哦，饼干的98的一垒手马丁尼斯是7等，哎呦！生生多我一等，输让我们输定，改天把它弄7等。好，天救星这边呢，换上是01年的林朝皇。哦，林朝皇呢，他有一个特殊姿势是右侧投啊。哇，这球掌握住了中间方向。哇，黄甘霖这球扑出去，竟然是安打。哦，黄甘霖没有吸掉哎，天气对到了。好，那所以现在呢是。没有人出局哦，没有人出局，轮到是 Kenny G 哦，他用的是国家队征召到游击手大叔兄林志胜啊，潜力是跳接跟稳定速度，这游击手质感太漂亮了，这个。
天佑星这时候呢换了，再换投手，换到91年汤尼。哦，他有一个威力曲哦，两好两坏。外角球，这球掌握住了，但是游击手接到，一垒跑者龟缩回去了 ，one out。哎，这看起来就漂亮了哦。98年，洋基队抓一手新金卡莱特，快速传球。哇，内角的滑球啊，这就放掉了，被三振了。哦，哇，这个香野饼干的右外手看起来就落掉了，没有任何的潜力，等级也只有三等就带上来了。这时候如果是一个贝比鲁兹的话，哦，这个气势就不一样呢。叫暂停，一好三坏，汤尼投了九个球。换天佑星换上凯撒，哇，大地上来了，哇，他也上来投一个坏球，哦，送啊，保送了打者，两人出局之后，他把超前分送上来打击啊 ，Kenny G， 哦，给你了这个好几次哦，让你将功折罪的机会，哦，现在呢打击的是传说卡泰山。好球！哇，外角的西边，把你 U out， 直接请回休息室啊！所以 Kenny G 哦，错失了好几个有机会扳平比数的一个打席啊。好，所以呢，失去下半，沦为到子星的进攻。那在饼干这边，哇，人人带一张小鸡啊。所以哦，在全民打棒球的世界里面。你要呢有一番的作为，你必须要会打小鸡啊，哦！像老板呢，没有什么作为，就是因为我不太会打小鸡，但是我有大鸡鸡啊！抱歉啊，这个话题不应该在这时候讲。好，失去下判，这时候小鸡滑球三振掉了泰山，那这时候要面对的是宇宙巨炮 Louis KHJ。宇宙巨炮，外角的小鸡滑球，哇，这个幅度简直从差不多9:45啊，直接滑到2:20那个角度，太厉害了。哦，这球打到了，但是呢，直接打到二垒手手套里面。好，五局上半又轮回到天佑星的凯撒，大地上投球，靠加成可以来到四缝线 H 取球跟大地 H 二，哇，这个特殊球种，大地 H 二，嗯，不错。好，这球滑球。三振掉了任云中，接下来二垒手，哦，香烟饼干二垒手不是用索利安诺，哦，他是用的是传说卡威利兰多夫。什么东西啊？要看我的大机器啊？你说看，我就给你看吗？不会那么随便吗？好，外角球捞起来，老师等在那边接杀了，所以目前可以看到，哦，这个三支安打王者这边呢还没有办法突破天佑星的投球啊。好，接下来轮到是民族英雄杨代刚，13年的杨代刚。
哦哦，这球击的一个高弹跳，看起来应该是 safe 了。靠了杨代刚的脚程，这就上到一垒了。哦 ，Kenny G 这边呢击出一次安打哦。好，接下来轮到郑宇中，98年三垒手哦，他应该把三垒老兵 Ara 才对哦，他带上的是原生98年三垒手 Brosis。好，再换 DH 换高国庆。好，这时候呢变成一四的一个加成，一四同一四的加成哦。最佳状态中距投手邦胜，哇，一上来哦，霸气，直接压满，赌你打不到了。果然，然后就三振，哇！但是一上来捞第一球，感觉这个气势就落掉了。罗德啊，一垒后放小飞球 ，GG。好，接下来轮到是 Cage J， 红一中七等哦。哦，七等在九四兄弟像的打击可以来到破百啊，极上。这球很漂亮，但是奇怪咧，见高不见远。所以目前五局来讲，其实紫星也这边也只有打了四支安打而已，主要是靠着第一局一个感觉是一个手背的失误哦，这就很漂亮啊，看起来应该有机会哇，但是紫卡楚劳特啊，天气对到吸到这一球哦，感谢红心辣椒发给大家紫卡，让小资玩家也可以操控的这个顶级的紫卡，我在想哦，会不会三五年之后呢？佛心来着发一张随机黑卡，各位你们觉得有可能吗？不知道哦。若是这样子的话，哇靠，那个价格就崩盘了，绝对不可以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一球瞎挥啦，捞起来哦，毫无建树可言。接下来轮到是韩国克星千秋王子13年高志刚，好换了，哎呦，换上小胖林红玉，天气对到了捕手哦，13年，哦13年中华队双捕手，两张红卡。红玉跟高志刚哎，好，再换田九星，这时候 DH 换九三，又换回来九三，然后呢，再换上是九三年的新金卡钟宏博。哦，所以呢，在自由频道来讲哦，其实只要是换 DH 哦，那个投手再换 DH 就可以吃到他单年度的加成。哦，所以他把投手换93，那 DH 也换93，那就是吃93的加成。哦，可以看到他在紫卡部分的老兵，然后呢，右野手、游击手跟捕手，通通都是传说卡。哦。然后上来哦，顺势的解决掉了。那接下来要面临到五等右外手王者任云中的右外手温菲尔德。外角速球哦，这球没有被骗，不错哦，可以看得出来，王者这三位哦，其实选球功力也是有一定的程度哦，但是可能就是在那个
战术哦跟卡片的优势来讲稍微弱了一点。打起来可以看到也是中规中矩，目前也只仅仅掉两分而已。好，在六局下半天气风向都做了改变哦，所以这个时候香叶饼干哦，目前是他在投球，直接二话不说换上98迪维拉，开到前面是金币人哦，面对的是紫星荣威到第一棒天救星的打击。哦，这一球扑出去哦，没有落差，接杀了这一球。红点的配球哎，两好一坏，陈瑞正的打击，沃卡特小心飞球哇，这个超级大化球。到大坏球，哇！这边做个点放，被掌握住了，但是左外手接杀，好，饼干这时候呢，再换上的是。03年，青龙游的救援王魔瑞，借勇变速啊！哦，这几张卡片哦，在游戏里面来讲哦，都是非常难打。这个借勇变速好，三阵啊，接下来轮到是 Posada 面对的是 Harden。哦，这球。中间方向飞球 out， 哇！接下来轮到罪人啦、啊，泽轩，你看传球中哦，刚刚选择传三垒，结果呢变成好几个弹跳。好，任云中的 DH 是 Williams 哦，但是天现在天气被克到，所以呢我在想应该是要换一个代打。好，换上 DH98年的 Tino Martinez， 然后呢，现在是一个吹向右半边，哎，所以这时候换左打是对的哦。好 ，Pos 天佑星在这个时候呢，他的投手做更换了，换上是李明进，天天进取，像女朋友哈、哦、就很喜欢这个李明进。他说：“哎、欸，老公，你用李明镜啊？为什么要用李明镜？因为可以天天进。对不起，好像没有效果。哇，一上来哦，就先解决掉一个人次，两人出局。接下来轮到是啊，黄卡呢 ？Blossis 天气对到，哇，变速球三振啊，漂亮，不愧是天天进。”所以目前可以看到，哎、欸，王者荣耀的安打数多一支哦，但是没有分数进账，所以表示他们三个的默契不足。有人上垒，但是呢，始终没办法打回来啊。好，饼干这时候呢换上是98年四等，哎呀，这个要五等到七等声卡球可以来的数值不错哦。98年这一张，面对王光辉，选掉满球数，两好两坏，嚯嚯，这球在他的最下缘竟然摸到球。好，接下来轮到天卫星哦，郝家瑶，哎、欸，
感觉蛮好吃的感觉。这个打击是应该是莱特哈，莱特打击是变挥棒速度很快。保守叫一个暂停，门多萨换了，哇靠，各位，大地呀、啊，篮球大地 Jordan 上来了，乔丹，这张卡一定，那个饼干一定应该要把它升到七等哈、哦，因为这个 Jordan 太神。Jordan 上来直接三振，好，八局上半，这个时候要看一下哦，哇，但是这个吕三五上来打第一球就 out 了，那在王者这边只剩下最后五个人次的进攻机会了，那目前哦，看到天救星完全压制着王者的打线。再升阵掉一位，好，现在抓一手莱斯，哇，莱斯这球对到，可是你捞高了，哇，但是其实哈、哦，我觉得目前是落后两分哦，就算刚刚莱斯这球轰出去也是落后一分，所以其实应该要想办法先上垒才对，上垒之后下一棒哦才有可能有追平的机会。哦哦，这球打一个坏球，但是呢推成安打了，六等的曾志珍上到一垒了。好，这时候呢，葛雷诺放在 DH， 那天气被克到，所以我在想 ，DH 这边可能会出一个代打。哎，不是换投手，哎，不对，两个都换哦。好，投手先换索利安诺，然后呢，打者换94年的李居明。喂，哇，这球掌握住了，有点深远，在墙边。祖劳特跑接到这一球，好，一垒的跑者闯二垒没有问题哦，这个非常深远的一个飞球。那所以现在一人出局，二垒有人，要看一下哦，这个天卫星的打击。哇，这球掌握住了，左外手没有办法不扑了。二垒跑者回来得分，3-0，哇，这一分来讲非常非常巨大。那在投球部分又轮回到了是 Kenny G， 这边发动盗垒了，谁？小黑张天麟盗上二垒，哦，抓着一个刚换人头的一个空档哦。好，这时候二话不说，换上13年王敬敏，中华队的王敬敏，面对的是老师。不能再丢分了。哎，这球打得不错，但是林哲轩，哇，黄卡始终是黄卡，各位，这如果是紫卡，林哲轩就接到了，塞，这球传回来，哇，速度极上，黄宗义这次击出一个三垒安打，再下一层，哇，刚刚那球如果是紫卡的话，就有机会接到，可惜是个小黄啊。好 ，Kenny G 再换哦，换成10年中华队的许明杰，这就掌握住了，但是没有打好，哦，本垒后方飞球形成一人出局了，两人出局。
哦，是有选调呢，漂亮哦。捞起来，陈金峰，赶过去了，接到这些球了。没有啦，我有看各位聊天啦，你们打的我都有看到啦，好吧？只是你们可以聊啊，你们开心聊啊。那我的责任就是把这个状况播报出来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不然怎么叫实况？如果想跟我聊天的话呢，其实是可以的，你可以呼叫一下我，可以说老板请注意，老板请注意，单兵注意，注意啊、哦！前方有32D来袭，试问单兵如何处置？三阵，林月平霸气三阵，九局上半哦，这时候是王者最后的反攻机会啦。但是天救星这边换上是11年林月平，哇，可以看到11年的直球加7呀、啊，天哪，哇，一上来二话不说啦，直接直球跟你对决啊。JKB 抱一队，可以啊，那先跟他们约好，好不好？今天转三场了，有点晚。好，你们可以呢再找个时间互相 PK 一下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这一球，哇 ，nice play！ 最后靠着罗国璋一个游击方向的 nice play， 好接到这一球，所以最后紫星4-0赢下了先锋队的最后的战役。好，所以呢可以看到王者魂耀哦，好的开始，但是先胜后衰啦。哦，在先锋队的部分没有办法有一些打线的串联哦，所以呢输给了一夫当关啦、啊、哦，紫星队的天救星93统一师。所以在这个俱乐部的对抗赛哦，目前就是紫星哦，紫星呢夺下了这个胜利哦。但是其实王者这边打的也不错哦。好，所以在紫星对上王者魂耀的俱乐部的一个双方的一个挑战赛哈、哦，对抗赛这边，紫星夺下胜利哈、哦，那所以宣告着他们这九大高手啊、哦、回来练球啦。那在暑假这个俱乐部大赛啊、哦，我相信呢很多还是喜爱棒球的玩家们哦，应该还是会出赛啦。哦，因为大家等的就是这个官方办的哈、哦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官方才会拿奖励出来，是不是？唯一在单人赛跟俱乐部大赛才能够有现金的奖金出来，对不对？平常时间各位不好意思。